是聪不聪明？我是蜘蛛人。你是蜘蛛侠？要让你变成蜘蛛侠了。我只有买几遍，开吗？看你的脚，今天走得很好，右脚又一点回去了，叔叔说的。嗯。对，这样很棒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脚，多棒呀，是不是？又要进去唱歌啦！刚刚那个当蜘蛛侠当了之后，是不是脚脚就好一点啦？张老师聪不聪明？去吧，去唱歌去吧。我在外面等你，好的。走慢一点，宝贝儿。我不知道。那个饼干碎了，这个饼干碎了，桌子被狼咬了。你当还是我来唱歌呀？哎呀，心情好哎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小白兔白又白，爱吃萝卜和青菜。小白兔白又白。